job yet?什么？看一下。什么？看那脸，不走形了。啊，不准看。好，不看，不看了，没电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回头那个我回去，写出来，然后做成相册送给你，好吧？我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哎，你觉不觉得刚刚那迷宫还挺难玩的？刚刚的迷宫？嗯。挺简单的吧？是谁兵刃就走出来了？哎呀，不是，那哪叫迷宫啊？我呢就那么一说。 你还真觉得我认为那个迷宫很难吗？我也很聪明的，好不好？真的是，你不要那么认真嘛。我们科学家做事本来就是认真又谨慎，是吧？